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450页第三行看起。品题，其天言圆通，其是第七愿啊，48愿里面第七这一愿呢，下联老汇集确实很精简，只有4个字：皆能动识。下面念老给我们注解啊，说动识，动者深也，通也。他看得深啊，他能通达，没有障碍。天眼通又名天眼直通，可见他通靠什么，根据什么，完全是智慧啊！这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在眼就是天眼，在耳呢就是天耳啊，天耳能闻啊，也天耳通。下面会讲到，又名呢生死之通，六道里头的轮回，死生啊，不是死了以后就没有了。死了以后他又生，生了之后他又死，死生可以说是没完没了，苦不堪言。下面给我们说天眼，天去之眼，这个去也做也讲天道啊，五趣或者是六趣啊，跟五道六道的意思相同。天人的天眼，能见粗细圆净一切之色啊，眼的功能是见色。它的功能比我们大啊！你看，它能见粗粗显的，细是细微的。我们人道的眼睛
非常有限。初色距离远了就看不清楚。我们要用望远镜来观察。细微的也看不清楚。要用显微镜来帮助。天人不需要工具。无论粗细远近他通通能看得清楚。不但能看清楚，而且还能看到众生未来生死之相。能够看到你未来，当然也能看到过去。大智度论第五卷说，天眼所见自地皆下地，自地如果它是欲界天，欲界天就是自地，欲界天以下的呢叫下地。中国人民间都拜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在佛教里属于哪一层天呢？佛属天有28层，玉皇大帝在第二层。第一层呢，四王天，四王天上面呢就是忉利天，忉利天主，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。他属于欲界，所谓欲界就是七情五欲没断，比我们人间要淡一点，没有我们这么执着，淡一点。欲界有六层天，一层比一层淡，往上去有夜魔天，第三层，第四层斗率天，弥勒菩萨住在斗率天。斗率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知足。那么他在那里等待，时节因缘到了，他就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，示现八相成道成佛，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。什么时候来的？他现在在斗率天，斗率天寿命终了的时候他就下来了。斗率天的寿命很长，有时差了。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，一年也算360日，寿命4000岁，是斗率天的4000岁。所以要和我们地球上来算的，这个数量大得惊人。大概是56亿7000万年，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。那么有人说现在弥勒已经来了，这个是不确实的。世尊在弥勒上生经下生经讲得很清楚，学佛的同学要依教不依人。世尊给我们的四义法，佛灭度离开我们了。佛在的时候以佛为师，佛不在了以什么人为师？佛告诉我们以戒为师，又告诉我们
四义法。那四义法第一个，依法不依人。法是佛所说的经论，决定可靠。啊，依照经论修行，跟依佛在世没有两样。啊，那么我们世间凡夫总有怀疑，释迦牟尼佛留下这些经典，翻成中国文了，可靠吗？那我在年轻的时候，这是很重的一个疑问。啊，不能解决，我们对经典总是存疑。为什么？很明显的例子，啊，古文，中国古人的文章，啊，像古文，啊，里面随便选一篇文章，把它翻成白话文，十个人翻。就十个样子，绝对找不到两个人相同的。啊，古文观止大家常念的，里面只有三百多篇呢。古大德替我们精选的，那文章的代表。那么佛经是梵文。传到中国来了，在中国有不同的译本，像《无量寿经》，它有十二种的译本，每一本都不一样。这可靠吗？啊，《金刚经》大家熟读的。知名度很高啊，这一部经有六种译本全都传下来了啊，现在在大藏经里面诸位都可以看到不一样啊，啊，不完全一样，这大同小异啊，如何能叫我们相信？这是大问题 啊！所以大乘教里佛说：“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。”啊，一定要有人说，什么人说？说的人、解的人，都要开悟。啊，佛法。不是从我们思维当中流露出来的啊，不是的，凡夫言语文章都是从意识里头流出来的啊，第六意识的分别，第七识的执着，阿赖耶识的种子啊，阿赖耶识记忆从这流出来的，这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那佛法呢？佛法不从这些地方流出来的，它是从自性流出来的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，自性就是真心，真如本性啊，真如本性，凡圣同体，它是真的
啊，它不生不灭，一时念头有生有灭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念念不住啊，它停不住啊。啊，生灭心流出来的东西全是假的，全不是真的。啊，一定要从真心流露。那么古时候讲究，现在没有了。古时候已经参与已经的人员很多，已经院的规模很大啊，它有组织，主已的这个人一定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为什么呢？不会犯错误。他所说的跟佛所说的没有抵触啊，所以一定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古时候讲经著述的标准就是要开悟，没有开悟的人不可以讲经，不可以著述啊，这个要求很严格，一直到满清的初年，啊，在家居士参加仪经，给经做注解，也都要开悟。啊，这个开悟啊，也是古人留下来学习重要的理念啊，所谓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得定的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开悟啊。古人教学生真正有天才，有智慧，那这个学生老师看重啊。老师教他，教他什么？教他帮助他开悟。啊，所以教他念书，用读诵的方法修定，不要解他的意思。啊，儒家的典籍，佛家的经典都没有意思，就是叫你读诵。啊，读诵的目的在哪里呢？把你的妄想念掉，把你的分别执着念掉，目的在此地。所以经有没有？没有意思。有意思不就有执着了，有分别了，有妄想啊，那就开不了悟了。啊，所以读书的目的它不是求知识。啊，它求智慧。智慧从定中来的。定就生慧。啊，用读书的方法修定。让你每一天读着书读得很熟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用这个方法，时间久了老师不讲，一定要等你自见，其义自见啊，豁然开悟了，定久了开悟了，悟了之后你把你悟入的境界向老师报告，老师给你印证，点头，没错，你真开悟了。
这个法子，释迦牟尼佛有。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儒家接受了，道家也接受了。啊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无不讲求要遵循这个理念，啊，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还写在《三字经》上：“教之道，贵以专。”啊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你喜欢学哪一样的都可以，但是要专一，不能杂乱。啊，海贤老和尚常说：“天下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”啊，还特别强调，真没难事。啊，他老人家过来人，啊，他就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专呐，专一，他有没有开悟？他开悟了。你看他平常跟人谈话，你细心去体会，那是开悟的人，那不是普通人。啊，净土宗的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叫理一心不乱。啊，他老人家说的很好啊，念佛。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了，那都不算念佛。你看，他把念佛的标准定在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有事业心，有理业心。那事业心呢，清净心恢复了。我们这个经题上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清净心先前。就是阿罗汉，平等心现前就是菩萨，觉现前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所以经题上这五个字啊，是你证得佛法，等于是现在拿到学位啊，第一个学位。是清净心啊，清净心先前生小智慧，平等心先前生大智慧啊，平等心是菩萨、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，都是佛教学位的名称，人人都可以拿到。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当然可以拿到。又说，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，跟佛平等。啊，一切众生，这是什么？你的真心，你有真心吗？妄心不是真心，妄心是迷了真心，就叫做妄心。真心妄心是一体，一个在觉，一个在迷。在觉，我们叫它做真；在迷，我们叫它做妄。如是而已。啊，佛陀教的教人，教众生，只是教他破妄显真，破迷开悟，如是而已。悟了。跟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两样，智慧一样的。
德能一样的，相好也是一样的，没有丝毫差别。啊，没开悟之前有差别，开悟之后没有差别了。啊，你回归到自性了，自性是平等的。啊，那么这六种神通，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是第一个，天眼。六种神通，佛说是我们的本能，每个人都有。啊，六道凡夫为什么失掉了？那就是迷了自性。迷了自性呢，要修行，可以修德。啊，修德能得到，天人可以得到。但是不圆满啊，成佛才真正达到圆满啊，你的心得圆满现前，真的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佛法给我们讲真平等啊，不是佛在这里诱惑我们，本来就是啊。我们看念老注解挂获里头，列如天人，在天道为子弟啊，天人的天眼的子弟，修罗、人、畜生、鬼、地狱，这五道叫下地。他的天眼，这底下的五道他看得很清楚啊。佛弟子，佛教人，信、解、行、正，你才能得到果位啊。没有得到果位不算了。我们说佛弟子，名字弟子，我们没有正德，正德才叫入门弟子。咱们在门外，不在门内呀。啊，门内以华严经说。有51个等级啊，这51个都叫菩萨，他是大乘啊，分为5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信，第二个是住，第三个是行，第四个是回向，第五个是地，完全靠正来分。那你能够拿到第一个，就是实性位的粗性位。我们用个比喻来说，实性好比小学1年级到10年级，啊，实住啊，好比是中学啊，初中。实行好比是高中，实回向好比是大学，实地好比是研究所。再这样讲好讲啊，你上他的小学1年级了，小学1年级就2种神通现前，天眼通、天耳通，你就得到啊啊。天眼通，我们在人道，人道上面是天道啊。我们通的能力呢，
知道自底，人道没有障碍。啊，以下的修罗、畜生、鬼、恶鬼、地狱，你通通都能看到。啊，那么欲界天，我们能看到，看你的功力，功力好的，欲界六层天全看到；功力差一点的，大概可以看到死亡天、逃离天。啊，出国就有这个能力。啊，这是实现初性位啊。二性位呢，就又多两个了，有他心通，有宿命通。宿命通是知道自己过去，啊，过去一世、二世、三世、五世，你像阿罗汉，能知道自己过去五百世。啊，阿罗汉的地位跟菩萨比，是七性位的菩萨，十性里面的第七性。啊，他的断证跟阿罗汉平等。啊，这后面能看能知道啊，越往上提升，能量越大了。啊，小乘提升到三果，就有神足通。啊，神足通就能分身，能变化。啊，孙悟空七十二变，跟这个三果罗汉，啊。三国叫阿那含，跟他相比那很逊色。啊，三国罗汉不知七十二变呢，多多了。啊，所以佛法讲求的心结心证。啊，有形没有证，这个没有果位啊。啊，有形一定要有证。啊，证要老师给你印证。啊，现在我们生在末法时期，生在这个乱世。我们相信有高人，高人住在深山里面，住在岩洞里面，没有缘分的人遇不到。啊，遇到缘分的真修行人，他可以跟你作证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，一定要五祖给他印证。啊，帮你印证的人就是老师，你就是他的法子，传法的弟子。啊，师徒如父子啊！自古以来没有例外的，啊，没有无师自通的，没有人印证说自通的，这可不可以？啊，你真正达到这个水平，就能感动诸佛菩萨。来给你验证。
啊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众六道众生诸佛啊，这是讲得天眼的，欲界天人得天眼的啊，若近若远，若粗若细，诸色莫不能着啊，他都能看见，他看得很清楚。啊，又天眼通者，慧疏于啊，慧疏是日本净宗的注释啊，无量寿经的注解叫慧疏，能见六道众生，时慈生彼，苦乐等相，即见呢一切障内障外，事出世间。种种形色无有障碍也。啊，障内，譬如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，这房间是内。啊，内里面我们能看见，外面看不见。啊，那么得天眼通的人，他障内障外他都能看见啊，他能见到六道众生摄心菩萨，如果能够达到四性五性，欲界里面他全看到了，达到六性七性，他的天眼六道他全部看到啊，能看到色界十八层天，无色界四层天，他全都能看到。啊，七性位，断证功夫跟阿罗汉平等。这个时候，他脱离六道轮回了，他升到四圣法界，就是十法界的最上面的四层。再要能把无明烦恼放下，他就成佛了。无明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讲的起心动念啊，这个起心动念一般人对他没有概念，那起心动念很难懂啊，我们是在最近这十几年看了不少科学报告才有一点概念啊，佛在经上有说明啊，讲得最清楚最明白的世尊跟弥勒菩萨的谈话啊，佛问弥勒，心有所念是讲凡夫，六道凡夫心里起了个念头，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，有几相，有几识啊，这几个字是经文，心有所念，几念几相是也。这一句话里头问了三桩事情啊，多少个念头成就一念，
这一念把它分析，有很微细的念头，多少微细念头，有几相，相是物质现象，识是精神现象，就是念头啊。佛问了三桩事情，弥勒菩萨回答是举手啊，拍手弹指之间啊，这一弹指啊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32亿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。这一弹指，一弹指有320兆个生灭，这念头的生灭啊，他说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，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，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，就是佛家讲的五蕴啊。我们看到这个才真正有这个概念，佛家讲五蕴呢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五蕴是什么呢？是精神物质现象最小的单位啊，这个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所以物质跟精神是一不是二，物质里头一定有精神，就是有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一定有物质，它分不开的啊。心经同学们念得很熟啊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是最小的物质单位，五蕴皆空啊！啊，怎么空？你掌握不住啊！它的速度是1秒钟啊，我们今天讲秒做单位，一弹指，一秒能弹多少次？有人告诉我，可以弹7次。真的，确实可以弹7次。那么320兆再乘起，1秒钟，2240兆，1秒钟。啊，1秒钟。这个生无论是精神现象是物质现象，已经生灭2240兆次，哪一个相是你？啊，这个我们冷静去思维。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啊，有相是假的，不可得。这么快的频率之下，它的生灭性，那不生不灭的本性，它里头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心理波动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真空不可得。妙有就是真空随缘生起相的啊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幕后一句话说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啊，这是佛法，这宇宙从哪来的？佛没有说神造的，
没有说上帝造的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从心想生，这是什么？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咱们六道轮回十法界是从念头产生。啊，整个宇宙呢，包括诸佛刹土呢，那就是能大师自信能生万法。啊，自信能生万法是全体，不是局部的。阿赖耶变现的时候是局部的，不是全体。啊，就华严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宇宙是心现识变。啊，心现是真的，就是十报图。识变的，把十报图变成了方便图、同居图。啊，方便图就是十法界的四圣法界，方便图。啊，同居图就是六道。啊，佛家讲整个宇宙的缘起。跟今天科学所发现的相同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科学技术在不断的发达，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，不要很久，现在科学已经把物质现象是什么搞清楚了，这宇宙的秘密揭穿了啊！物质是念头产生的，念头的真相是什么？现在还没搞清楚啊！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发现的啊！这佛在经上说的，用第六意识，就是用我们的思想。啊，用精密仪器来观察我们制造这些仪器啊，现在看到物质现象是假的啊，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。那念头波动现象从哪来的？佛说这个科学家都能发现，但是他见不到自性。为什么？自性是真心，真心立念，没有念头才能够见到。科学家有念头，啊，有念头只能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啊，再生他没办法了，啊，再生不能用仪器了，用说用禅定，啊，用甚深的禅定可以见到，那是真的。啊，跟佛完全相同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明心见性，他见到了。没有见性的人见不到。啊，那么天眼，天眼好啊，能够看到六道众生。生死人道死了，修得还不错，来生又做人道，又到人道来投胎了，更殊胜的修得好的到天上去了，福报修得很大，人间没这个福，到天上去享天福啊。如果修到禅定四禅八定，四禅能修成功，他升到色界天；四空定能修成了，他到四空天去了。一层比一层高，一层比一层殊胜。那《楞严经》上说，他能够修成第九定，他就离开六道轮回了。
六道轮回直到第八定，四禅八定，第九定就超越六道轮回去了。佛法正德完全用戒定慧，戒是手段，目的是在定，定还是手段，目的是开悟，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，佛的教育圆满了。佛教你什么东西？什么也没教，你所得到的智慧的能向好，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所以佛说了一句话，心外无物，没有物。没有界定，你所得来的那是科学技术。所以科学理念技术是有限度的，不是无限的。他能把阿赖耶的境界相找到了，这个解决了。转向业相他还没找到。我们希望在二三十年当中找到。那个时候佛法不是宗教，佛法是高等科学。他所找到了，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就讲清楚讲明白了。我们不能不佩服啊。要知道最重要的，要知道是我们的本心。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自信跟佛的自信是一不是二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用什么方法成佛最稳当最快速，我们有这个条件，我们这一生可以成就，那就是海贤老和尚用的一句佛号，只要你专一就是修定。从早到晚24小时不中断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善恶，没有染净，没有是非，没有人果，乃至于连佛法也没有。金刚经上说的法上印实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。你心里有佛法坏了，心里没有东西啊，真心立念没有念头啊，起心动念是无明所以六根在六尘上起作用，眼见色而闻声，在这用功，用什么功呢？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就是佛知佛见。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菩萨。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，这是阿罗汉。那三个具有就六道凡夫。你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，这是凡夫。佛法修行没有别的，放下就是
就在生活当中，没有离开生活，没有离开工作，没有离开处事待人接物，还先做出最好的榜样。你要细细看，你能把它看懂，把它看明白，你就有受用了。真不难。这个法门用得恰当，慧能大师用了8个月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海贤老和尚用多久开悟的？那我们非常客观的看法，我们看他的碟片，听他的说法，他得功夫成片，我想3年他得到了。他20岁出家，师父传他一句佛号，告诉他一直念下去，又说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。那个明白了什么？大彻大悟。他听话，他真干。3年没有大彻大悟。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，一定得到阿弥陀佛送信息给他，就是他见佛，佛一定告诉他，你的寿命还有多长？等到你寿命都到了的时候，佛来接你往生。这是念佛人往生第一次见佛。第二次见佛是你寿命快要到了，佛给你约定时间，几月几日几点钟来见你。第三次见面是佛来接引，时间到了带你到极乐世界去。念佛人跟阿弥陀佛见面一般3次，这个老和尚可不止3次，我看30次都不止。为什么？功夫成片，有等到命中时候还有很多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念着不忘了，机会才能得了。向佛要求，我的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，行不行？阿弥陀佛很慈悲，就带走了。所以你看看《往生传》，看看《净土圣贤录》，好多好多人。都是3年往生，难道他寿命3年到了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有那么多人，2、3个或者可能，哪有那么多人？那些人都是聪明人，不要了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么仙公老生，我相信他也要求。但是佛不带他去，他自己说了，他要求很多次。为什么？佛教他任务，教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做个榜样给别人看，跟学佛的人看，
给念佛的人看。啊，学佛念佛要像他这样子就对了。啊，这叫表法。啊，一直到他看到这本书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生，看到这本书，这就是表法圆满。所以他看到这本书就非常高兴，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带他走了。那这本书没看到之前，佛不带他。这个意思很深呐、啊！啊，我们感恩佛陀慈悲，找着贤公来表法，贤公慈悲，帮助我们解决了困难。啊，我们这20多年来遭遇的灾难。啊，许许多多的人反对回集本，我们学习这个本子，很多人反对，反对的人多，反对的时间长，确实有不少学习这个本子的人呢，都改换了其他的本子，都不学了。佛陀阿弥陀佛让贤公老和尚为我们做证明，那这本书弘宁法师编的，用了10几年的时间收集许多资料编成这本书，说明汇集本是真的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正知正见没有错误，那我们这些年来依这个本子修行没错啊。老和尚给我们做见证，啊，就经中来说，老和尚为我们表法证明三桩事情。第一桩事情，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，不是假的。第二桩事情，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在那里讲经教学。第三，阿弥陀佛确确实实发48愿，戒引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，一生圆满成佛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啊。为我们做这个证呢、啊，太难得了。我们看到老人家这个地，看到永世期，我们对敬宗的信心十足啊！啊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大时代，依这个经，依这个本子，依这个注解修行。将来往生都是得海鲜老和尚表法的加持。啊，所以我劝大家每天至少要看3遍。
现在我们这边有同学将它编成有声书啊，里面有不少同学修学心得报告在其中，总共9个小时。啊，有时间、有空闲的人，一天最好能看一遍，一遍就是9个小时，帮助你断疑生信，帮助你增长愿心，啊，帮助你一生圆满成就。所以有天眼好，为什么看到自己过去生生世世在六道受苦，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，还想再搞六道轮回吗？错了，赶紧到极乐世界做佛，随时可以回到此地，这是真的，也不是假的啊，不但随时可以回到这个地球上，帮助地球上苦难众生，啊，他同时能分身，他能在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刹土现身说法，普度众生。这是诸佛如来帮助阿弥陀佛介绍一切有缘众生往生净土终极的目标，慈悲到基础啊，帮助众生离究竟苦，究竟苦是六道轮回，得究竟乐，究竟落实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现在学这一大段48愿。啊，完全说明极乐世界殊胜庄严。啊，这一段经文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我们要感恩的，要用心学习，要求往生，啊，这就对了。下面注解说凡夫肉眼之前障内，例如围墙是障，凡夫但见墙内，不知墙外这一切，那天眼呢能见障外啊，这个墙障碍不了它。啊，故通达无碍啊，这天眼呢、啊、又比过天人之天眼，这就来说了，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生到极乐世界六种神通都具足啊，那么极乐世界天人的天眼缘生而成，即诸天之天眼，超过太多太多。龙树菩萨说，二乘人中小声闻不作意，一千界为同境。这小声闻难得了，龙树菩萨讲的
小声问说：“小乘四国里面的出国，小声问啊，不作意，就是不必注意，随便看看，他能看多大的范围？一千界为通界，看到一个小千世界。”一个小乘世界有多大？佛给我们讲啊，从最基础的讲，单位世界，一个单位世界，这个世界的当中有一个须弥山。须弥山的四周有很多现在讲的星球围绕，太阳月亮围绕在须弥山的当中，我们初学佛的时候都以为佛所说的小世界是一个太阳系，很多人都这个说法啊。我跟黄念老见面第一次就谈到这个问题，三千大千世界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他是学科学，他说佛经上单位世界是银河系，讲得通。太阳系确确实实是在银河系边缘，是当中啊，中间在这围绕啊。那么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，一千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，出国须陀环的天眼能见一个小千世界啊，就是他不注意的时候随便看能看到个小千世界，这么大的范围啊。作意呢，作意见二千国土，要作意的话就说三千大千世界他能见到两个大千世界啊，这两个是可不是两个一千个银河系，不是的，一千乘一千叫二千，100万个银河系 啊能见这么大的范围啊。大声闻，大声闻是阿罗汉，不作意能见2000，作意能见3000，三千大千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。来换句话，这一尊佛的教区他通通能看见啊。圆觉小者不作意见2000，作意见3000，其大者呢，这就是大的圆觉啊，大圆觉作意不作意见见3000大千世界，是诸佛菩萨见无量世界善，不一样啊。我们要修成声闻缘觉都不容易啊，非常非常困难。我们在大乘经上见到世尊告诉我们，人修成出果小声闻
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，天上寿命长啊，人间寿命短啊，七次往来这个时间不得了啊。所以常用无量劫来形容啊，时间太长了，我们放弃八万四千法门，专修净土，专念弥陀，这一生刚才说过三年就办到啊，啊，我还有寿命不要了，三年就办到了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了。这个法门，诸佛如来都说难信之法，谁不相信？小乘不相信，大乘菩萨也不相信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？他们无论是证大果证小果都要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哪有这么容易啊，所以称之为难信之法啊，真相信不容易，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不会相信啊。哪些人相信？凡是相信念佛往生的人，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跟净土结了法缘，根太深了，这一生当中遇到得到诸佛如来冥冥当中的加持，他能生起信心，生起愿心，不是没有原因的啊。那这就是福祸了弥陀经上的一句话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国。啊，这三个条件，善根福德都是过去是累积的啊，无量劫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在这个时候成熟了，有缘分遇到了，遇到就相信，遇到就欢喜，遇到就真正发愿，巴不得赶快到极乐世界。那往生极乐世界的念头特别强，这个人决定的是啊。我们再看下面，诸佛菩萨见无量世界时啊，那不是声闻缘觉能够相比。至于彼国天人啊，这才说到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去的天人啊，我们一般念佛往生到那边去是天人啊，不问作依不作依，所见世界与众生生死流转，就是在六道里搞轮回，及其因缘业现，缘超而成的啊，彼声闻缘觉殊胜太多太多了。如宋一本第五愿书，一切皆得清净天眼，能见百千俱止，一个俱止是一百万啊，百千俱止那由他，那由他翻成中国是一世界
粗细色相，这两个一对比，就知道极乐世界太殊胜了。那精进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用动识，皆能动识，设方去来现在之事，即能见无量世界之事，可见极乐过人之通，设是佛菩萨神通，圆满的神通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这是阿弥陀佛加持的，不是我们自己修成的啊，阿弥陀佛赐给我们的，赐给我们管用啊，起作用啊，跟阿弥陀佛差不多，这个便宜占大了啊！这就是为什么遇到极乐世界啊，遇到之后能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哪有不发心往生？又此愿亦有二说啊，他的意思有两种讲法，一者如往昔愿，这两个意思都是日本经中祖师所说的啊，日本人对无量寿经下的功夫比中国人多啊，有很相当的深度。或土众生啊，也不见于诸苦果，故不恐苦因，他没见到啊啊，这个土跟众生像十方世界啊，他没有天眼，他见不到众生的苦苦，所以他今天在造苦因，造作罪业，他没有恐惧，他不害怕，他敢造啊，意淫呢不见诸乐苦啊，没有见到极乐世界，所以他不肯修往生的因，不肯念佛。法藏名念此等众生啊，法藏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，对这些人怜悯，选择此愿是众生的，所以他有这一愿，四十八愿有这一天眼通愿，又会说曰：肉眼魅力不见一知之外，我们的肉眼愚昧狭隘，一张纸就张开了啊，你的剑透不过去，但缘目前是从于此啊，只缘到你眼前所看见的啊，你的思维也止于此，不见地狱众苦，地狱苦没看见，不见勤修无用，不能够勇猛精进
啊，没有见到地狱苦，不见净土甚落，心求念淡，对于希望往生念头很淡薄。啊，为什么原因？就没看到。我们今天有缘读到这部经，这部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说明书啊，啊，又难得黄念老用六年时间啊，收集了83部经论，110部祖师大德的著述，用它来注解这部经。啊，经跟注都是佛说的，都是菩萨说的，不是凡夫之见呐。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感恩呐。啊，又陈宪法师说：“呜呼，悲哉！不见地狱恶鬼之苦苦。”不见父母师长之受报，业力心患报谢世代呀！啊，这都是什么？没有亲自看到，才有这一些烦恼习气现前。啊，故往昔有曰：“上求下化之要。”啊，这是讲佛弟子上求佛法，下化众生，最重要的是厌苦报德之道，其为在天眼照视者语。啊，真的得天眼之后啊，会勇猛精进；得天眼之后啊，知道修行重要，知道六道非处不苦。啊，不能不超越六道，不能不求生净土。下面其二，啊，这是讲啊，愿意有两说。那第二，如地基广其意愿。啊，他说的更详细了。如慧素等也，前面所说的举了的例子，愿心欲灭我生相，厌苦心净，若尔，则非真土啊！啊，这个真土就指极乐世界。所得之一而已。那么见正月真土所得，何有净土？其土甚重，虽有天眼，或见2000世界，或见3000世界，不能普见。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佛刹微尘数佛骨，或有净土，其土菩萨虽得天眼，而不能圆具无眼，是以殊心慈愿而已。第二段意思讲的比一段。第一段呢，更深更透彻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是真土吗？金刚般若所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
没有说极乐世界除外啊，所以我们对于真正情况要了解，信心才不逆啊，才不会有怀疑。极乐世界是新鲜的，没有色变。我们这个世界是新鲜加上色变啊，新鲜的是净土，识变的是秽土啊。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？是从诸佛十宝庄严土变现出来的。谁变的？阿赖耶变的，妄心变的。这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这个世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识就是妄心啊，唯心所现的华藏世界，唯识所变的十法界一真庄严。我们在十法界，在十法界的最下的六道啊，十法界六道是识变的，谁的是自己啊，也就是佛常讲的心想生。我们心里面起心动念啊，想东想西啊，这些妄想能变的，外面的境界是所变的。那我们今天地球上的人想什么？所想的全是负面。全是偏邪的念头，没有真知真见，没有正念啊！古时候社会为什么那么好？古人所想的，从小就有人教，叫你想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啊。佛教我们想三归、五戒、十善，这些圣贤教诲与信德相应的啊，现在所谓是正能量啊，地球上出现太平盛世，原因在此地啊。那么现在人思想的五伦没有了，五常也没有了，三归十善也没有了啊，想的是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七情五欲，他想这些东西，想得太过分了啊，所以感召来的灾难啊，全世界偏重在物质上的发展，物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会毁灭地球，会毁灭文化，死路一条。现在已经到饱和点了啊，这一代不能挽救就没得救了啊。所以地球能不能继续还存在，人类能不能继续生存在地球上，全都看这一代
啊，汤恩比博士说得非常好啊。啊，他还念念不忘宗教啊，这宗教决定不可以没有啊，这他说的话。啊，宗教是神圣的教育，现在有没有了？没有了。啊，经典还存在，有念的人，没有讲的人，没有依教奉行的人，有等于没有啊。啊，这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，我们仔细去研究观察，个个都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啊，通通带头讲经教学啊，弟子们乘船也是讲经教学，传到现在没人讲了啊，为什么别人讲？他没有得到经典的真实利益。啊，只读不讲不行啊。老师培养下一代接班人，遇到真正的法器啊，叫你每天读诵一本经给你读。前面我说过，那是教学的方法，是用读经的方法把你的杂念妄想打掉，恢复你的清净平等觉，用意在此地。现在不知道有清净平等觉啊，不知道啊。你也跟他说，他哪有这回事情啊？啊，所以现在宗教也等于没有了，有宗教的形式，没有宗教的内容。啊，中国宗教的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遵从的教化。现在哪一个宗教能符合这个意思？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示范。30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79岁走的，讲经教学49年，没有一天中断了。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干什么？经现在说法，说多久了？极乐世界到现在已经10劫了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10劫没中断的。人是教得好的，佛带头做好榜样，身心言教，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，不是没有原因而来的啊，人是教得好的。我们在2006年做了实验啊，证明果然如是，
人心本善，人是教得好的，我们对这个有信心。那广东潮州黄河道德讲堂做了三年，非常成功。啊，他比我在汤池的实验还要踏实。他的讲堂一期只有一个星期，七天把一个不孝的儿女变成孝子，把恶人变成好人，把贪官变成廉洁，真不可思议。啊，得到政府的信任，现在政府正式承认在他那挂牌，是当地道德教育的基地。啊，还是让谢宗继续不断地在主持教学。这一个地方能成功，每一个省、每一个县、每一个乡镇都能做成功。啊，大家肯做，我相信半年到一年，中国这块大地就变成太平盛世了。啊，他的书生肯定超过古人，啊，超过唐太祖，超过文景，啊，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。经典记载的是真理，没有一句一字是虚妄的，是骗人的。啊，极乐世界是善心善行成就的，啊，圆满的善心善行。阿弥陀佛带头，十方世界有之一同。啊，我们接着看这底下这段。啊，经正悦真途所得，用的是真心。啊，言语是真语。其途甚重，虽有天眼，或见两千世界，或见三千世界，不能普见。不可说，不可说，诸佛，诸啊佛刹了，微尘数佛国。或有净土呢？其土菩萨虽得天眼，而不能呢圆具无眼。是以殊心此愿呢、啊、而已。这是为什么阿弥陀佛发这个愿，把原因说出来了。啊，故愿成就闻。这里面说，肉眼清澈，弥不分了，天眼通达，无量无限等
为得意天眼，在圆德无眼本经第三十品中，这在后面说，彼佛刹住，一切菩萨修行无眼，是其真眼。这证明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如来无眼圆明，哎，到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都修无眼圆明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生到极乐世界就得佛的天眼，菩萨天眼都不能比。这种殊胜的利益到哪里去找？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超过一般修行人，一般是修八万四千法门的人，超过太多了。啊，一下就把你提升到无眼圆明，就修行无眼的。是以能见尘数佛故，尘是微尘，微尘无量无边的。这个大宇宙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极乐世界的菩萨们，即是刚刚去往生的，啊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也得如来天眼。那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，你得到的是弥陀的天眼，阿弥陀佛加持你的，啊，不会说加持你的天眼跟他相比降一等，不是的。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啊，他的天眼能见到的见这个见量跟你是相同。弥陀的恩德，弥陀的悲愿，那弥陀之所现，是我们的榜样啊！我们要向他学习。啊，我们永远追随，啊，决定。要到极乐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一定要许开显老和尚全心全意奉献给这个世界有缘众生。啊，为什么是有缘众生？他相信他接受我，啊，全心全力帮助他。无缘的时候跟他讲他不相信，他不能接受，他听不进去，啊，那就没办法。啊，所以大乘经上说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啊，不接受就没法子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清楚了，啊，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得天眼，就是圆满得到无眼。是以能见尘数佛故，明照众生，思此生彼，
寄生礼物，常作佛事，是慈愿之圣业也。圣是殊胜，也是利益啊，这也无比殊胜利益啊。下面是念老给我们解释的，盖其意为，若为慈愿之起，仅为灭恶生善与厌苦行乐，此尚非极乐真经过人之真实利益啊，不知极乐国土天人能普见，不可说不可说，佛刹微尘所过，且得天眼，见能圆居慧眼、法眼、佛眼与本具之肉眼，无眼圆明的受用无眼，是以能见尘俗佛故啊，并明照众生生死去来种种之相，于是可以救济群生，利药万物，此方是本愿殊胜利益。上至两说，后者呢，切尽弥陀本愿。弥陀本怀确实如是啊，这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啊，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，信心就升起来了，怀疑放下了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，决定没有怀疑啊，经上所说的我们全盘接受啊，不是局部的，我完全接受，往生极乐世界的心要恳切啊，要时时保持这个恳切的心愿，真想到极乐世界去啊。像海鲜老和尚晚年年岁大了，真的想早一点去啊，佛给他的使命也是让他种圆满的善根啊，接跟这个大时代的众生接殊胜的法缘啊，我们把它连串起来。下莲老会见，黄莲老作注，啊，我们后面这些人来流通。老和尚最后给我们做总结，给我们做证。我们相信往昔曾经在经中里面结的这些缘，种的是善根，遇到之后啊，这一生就成熟了啊，决定的生净土，生净土等于成佛。为什么？他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与阿弥陀佛相等，他有能力，同时随处现无量无边的应化身，帮助变法界、虚空界，真理讲微尘数诸佛世界，
苦难众生做接引呢？做度化这一些众生往生极乐，极乐世界有多大？极乐世界是法性土，是法性身。凡是讲到法性，没有数量。那这个地方没有所谓的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没有，也没有所谓的空间，四方四维上下没有，是一个不思议的境界。变法界、虚空界多大，极乐世界就多大。这个世界样样都是不可思议，往生到达你完全知道了，怎么样解说都还是有限的。所以希望我们真心切愿，依据佛号一直念下去，心里面只有佛号，除佛号之外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才叫清净心，提升到平等心就开悟了，就是离一心不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